今日同大家去一个沙田嘅隐世公园，一个隐蔽嘅小山丘，就系呢个圆洲国公园同埋呢个沙田王屋啦。好啦，我哋喺呢个沙田嘅第一城嘅 A 出口或者 B 出口，向住威利斯医院嗰边行，行过之后咧过呢个隧道，咁啊嚟到呢一个翠丽花园 A 座嗰个入口啦，吓咁呢个入口，咁我哋就行上去呢一个小丘山，吓上去行呢个丘山上边，吓咁呢度有啲日晷啊、观景地图啊、三角柱。咁佢啲路咧系四通八达，你吓咁样落翻嚟，呢个圆洲国公园，咁你可以咁样落翻嚟，咁啊沿呢度咁行翻出去，去到呢个王屋，或者你咁样落翻嚟，由呢一度出翻嚟，吓经过呢个浸信会小学呢度出翻嚟，咁行去呢个王屋，去呢个王屋嗰度睇下，咁就完成咗今日嘅行程。咁整个行程咧就大概其实。观景时间啊、休息时间咧，其实全程都系2.2公里，大概系半小时嘅时间啫。咁呢一个系一条快走嘅路线嚟嘅。喺呢个第一城站嘅 A 出口或者 B 出口，我哋向住呢个威尔斯医院嗰边行。咁啊，行到斑马线过斑马线之后，我哋向呢个。右手边行，咁我哋一路向呢个圆洲角嗰边行，或者沙田路嗰边行啦。咁嚟到呢個翠麗花園嗰度，咁呢個入一個入口啦。咁其實呢個公園都有好多個入口嘅嚇。咁我哋跟啲路牌啦，咁嚟到呢度咧，我哋上呢、這个佢写住呢个圆洲个公园嘅山丘，咁我哋跟呢个上去山丘啦。咁如果上呢个山丘咧，佢呢个闸口咧，佢会落闸嘅，咁佢有时间咁，所以大家要留意下嗰、那个时间咯。咁佢小山丘开放嘅时间就每日嘅7点去到夜晚嘅6点钟，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啊。咁呢個山丘其實好細嘅，佢啲路都係四通八達嘅。咁你唔行呢度行第二條路咧，其實一圈都係幾分鐘嘅啫。嚇，咁呢度佢又睇去上去睇下啲日晷啊、地圖啊、同埋呢個標高柱啊嗰啲嚇，還有啲野餐嘅原地啊嚇。
咁今次咧，我就喺個公寓嘅另一個出口出嘅。咁呢個出口咧就係近黃屋嗰邊嘅嚇。咁所以大家留意呢個出口，有呢個出口，呢個出口比較隱蔽啲嘅嚇，就呢個出口。咁呢出口就會近啲去黃屋嗰邊嘅。如果唔係咧，另一個出口咧，你會兜大圈去呢個黃屋。咁呢個出一出咧，你就轉右手邊直行。大概五分鐘就行到呢個黃屋嗰邊嘅啦。微風吹過湖邊小路，有暖的散着，熟悉的老歌旋律。轻轻勾起回忆，木板房里的油灯昏暗摇曳的光，母亲轻声哼着，爸爸在旁轻敲桌。时光如烟，匆匆流连，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，再听一次。满是了温暖，那旧日情怀永久难忘。老街角的茶馆，八婆的笑脸，人来人往不变。
在心间。那时候的简单快乐，不需要多言，一起走过的街头是最美的画面。时光如烟，匆匆流连，青春在老歌里轮回，再听一次那时的温暖，那旧日情怀永久难忘。遥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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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遥望。那街角抖音匆匆流连，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，再听一次那是温暖，那旧日情怀永久难忘。咁啊，見到呢個黃屋花園，咁我哋入去，一入去咧就見到呢、這、一個法定古蹟嚇，就呢間黃屋啦。咁其實都係好細嘅啫，一間屋咁嚇。咁入邊有啲歷史嘅展覽啊，同埋啲老灶啊，以前用嘅用品啊嚇，咁都值得嚟參觀下嘅。咁呢一個係一條市區嘅快閃嘅路線。
爱上他的每一句话，狂妄温暖着心啊，愿望诉说给夜晚的话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